好事多健康门也受到这乙肝病毒污染事件，疾管署今天开记者会，对外说明这政府监测相关的应用。我们以后其实就会先一开始通知业者说，你有不合格的时候，那也同步让他同步就问他你要不要做复验。他如果比较早就反应不做复验了，其实我们可以提早一周，那就可以来做这个公布的一个步骤。所以我想相关的这一些作为，我们都会让所有的资讯是可以更快速。疾管署统计今年。你到这个月七十，而且总共有32例本土确定 A 肝的病例。按过依照疫调的结果显示，无论是因为食这好事多相关的冷冻物啊所引起，会继续监测到六月底，我们设立这 A 肝肝炎的专区。另外，这台北市长蒋万安有拿来指出，已经请消保官来了解相关的赔偿机制，嘛要请这好事多来说明。